白丁啊，今天测试的这根笔是我意外当时买笔的时候一起看到了，是这样子。这根叫什么？长江710啊，长江710啊，就这样子。那这根笔呢，第一次看那个价格很吓人，616的话大概是人民币6块钱到7块钱左右嘛。然后如果是台币的话乘以4嘛，然后6×6=24嘛，24块台币，对吧？那个价格也很吓人了，港币我又算了8块呗。然后这根的话更变态，3块，当然我知道是库存然后想清嘛，那可能才会这么低的价格嘛。但这个感觉好惊艳呢，这个。然后这个绿色跟百丽金那个 N600 的那个翡翠绿看还是有差别的，但是先对比一下吧。这个然后一些13厘米，对吧？正常的一个长度，打开以后，哎，可以插拔，但，哎，不太行，晃，还是不太行，不太行，不能插拔，所以说然后它只能放这啊，这样子，只能放旁边啊。长度的话，11.6的话，应该啊，刚刚好11.6，刚刚好。它每次这个长度拿捏的还是很准的，很钢笔的话，好，那个。然后拿起来的话，反正那个感觉吧，你一看其实挺漂亮的。这根笔说实话一个金黄，对吧？有一点那种中古的味道，再下来，但是上面的一个车键你看到有点瑕疵，对吧？这种冲压的，你内侧不知道你们能看到是压出来的，可能压的时候那个工艺不是太好，毕竟早期的一个作品嘛。笔盖的话里面就略显粗糙了，当然3块人民币了，哇，这好吓人呢，这是我买过最便宜的，好，那感觉真的是3块钱有这个东西，真挺恐怖的，能做到这个价格。然后再下来笔尖的话，也是很正常的呗，反正就，没什么特别啊，可能这里压了一下，对吧？比较平一点。然后整个打开一下，哇，这，我很讨厌这种声音，这种，但早期的算都能接受啊。这个的话啊，又是这种，这个不好用啊，说实话。白嫩那个我没试过，有机会试一下我再告诉你们好不好用。然后一样上下墨呗，上下墨试完以后，然后就一样就最后准备一下纸，上一下墨，然后试一下 OK 的，然后再那个，反正这真心便宜啊，这。然后我一捏一下，我先试一下啊，上墨了啊，气泡来了。上手王者说多捏几下，那我先多捏几下吧，我就好 OK 了。多捏几下完的结果啊，先擦一下最重要的，因为我很讨厌墨水沾手那种感觉，而且我不是经常上墨的人。然后就你们一看，其实我把这个拿掉吧，不知道能不能拿的啊，可以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呢，好像不太好，还是不要拆了，还是不要，是这样。然后整根不知道能不能写，我先试写一下，我不确定能不能写下去。然后这个先把这个关掉，好，开始了。我这感觉比那个什么，比那个什么，就是之前那个英雄包就好多嘞。这本地其实做的还是可以，书写感受果然是说钢笔的字吧，就是那个练字嘛，就是我觉得跟笔没有关系，真的是人的问题啊。然后710，对吧？啊，这书写感受其实真心不错，这以这个价格来讲的话，当然就是说跟就金尖笔这种笔的，我觉得差点功底了，就这个写感。但是以钢尖来讲其实很惊讶了，我觉得这个感觉，而且它颜值还是可以的，中古味道非常重。然后就纹路喜不喜欢就完全看个人了，我第一次看我觉得还是 OK 了，这样子。那写的话反正就还 OK 啊，反正再写个什么，然后拿一个那个百乐，然后跟你对比吧。反正啊，你看透明示范笔有一个不好，就这里雾化，一定会有这个问题的。所以说买透明笔的朋友，注意一下这个东西。我所有笔都会，就所有透明笔都会有这个问题。
百乐的话，反正就我现在在控，如果我在控或者我轻，对吧？我在压，对吧？百乐比较好控了，但要做到这么细腻的话，首先你练字嘛，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说，哎呦，长字先写好像这样子，对吧 ？Maybe 啊都行了，反正就字还是一样丑，非常的好啊。反正优先看钢笔啊，不是看字啊，还是这句哦。怎么讲呢，笔尖的那个回弹度回馈度肯定还是好笔的贵了，但是以那个笔尖你们可以看一下对，其实没有差别，粗细其实差不多，就是说钢笔其实好跟不好都能写，对吧？只是说你要有一个更细腻的回馈感，钢笔回馈感是不是那么重要了，这完全个人，对吧？反正3块钱的笔一样能写一样能用，你买一根贵的笔的时候，首先你要喜欢它，对吧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要能用，就是说你要很有自己一个 definition， 就是说你要很清楚说我为什么要买这根笔，这个是肯定的，对吧？你不要认为说我这个很帅，然后是因为某一种东西它很流行它很经典你就买这个，我觉得这个理由有点不够说服力。好，那个今天的视频评测就到这里，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，或者要看什么笔的，只要不是太贵，对吧？100以内的我可以买回来这样评测一下，因为有我通常我买笔是这样的，特别的我才买，不特别的我基本上不会买，然后钢笔其实来去就那么多，对吧？然后评论那边如果没有笔的话，那基本上就可能我就打算把它关了，是这样子一个情况，可能就做别的类的一个视频啊。那就今天就到这里，好，谢谢大家。